师父在白话佛法第七册第二十七篇中讲，定业很难改变，菩萨不会帮我们改定业，但是可以让定业转化为佛力，学佛修心后这种定业会转变，佛菩萨的加持佛菩萨加持力让自己和自己的忏悔心定业慢慢的就可以转，这个定业还是有的，但慢慢转化成为另一种善业，请师父开示，有定业就一定会受报，那怎么将定业转化为佛力和善业？你看他们都是学的，他们现在都学的很厉害的，对不对啊？他们在独居的当中，在家里一个人没事，他们就看白话佛法了，啊，对不对？所以跟大家在一起叫共修，在家里一个人叫独修。其实定业的转变，虽然菩萨不动因果，但是菩萨让我们自己改变因果。实际上，人是会改变定业的。这个定业，比方说了凡四训，本来说他算命四十七岁会死，但是没想到他活得七八十岁。为什么？说他算命的时候子孙啊没有，下无子孙啊，上无高寿。实际上他子孙满堂，因为他通过念经学佛，他改变了他的命运。你们说是不是改变了他的定业？所以虽然我们说不能改变人的命运，但是通过你自己的学佛修心，菩萨给你的加持，你们一定能够改变自己的定业。否则修什么心啊，都改不了。我修什么心啊，就是要改掉，你才能真正的达到修行的目的。师父，这个定业还有也有，不是说就是恶的，也有善的定业。定业，是啊，你一生当中，人家说你十五岁能够读书读得非常好，到二十岁，二十岁之后呢，你有一个坡度，走下坡路了，然后二十几岁呢，不是都有好有坏的吗？定业啊，都定死了。所以算命的人为什么算不好的都这么准呢？因为不好的东西它改变不了，你做了很多的坏事，你继续让这个定业越来越厉害，你做的好事可能是善报报掉了。所以很多人恶的他都算不是不会算错的，一算你说哎，你有财运，我哪来财运啊？哎，你会有什么什么好事，我没有好事啊，那就是已经被自己造的口业啦，现世的一些重的恶因啦，慢慢的把你福全部报掉了，所以福没有了。听得懂吗？听懂，师父。